多謝主席。嗱，主席就有關呢個嘅即係修訂咧，我係家下跳到去修訂第710啊。呢、這個係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1,8197,000。呢、這個咧就係相當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同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僱用服務同埋專業服務嘅全年預算開支啦。主席，呢、這個係較少政治性嘅呢、這個呢方面，即係涉及到嘅刪除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僱用呢個服務同埋專業嘅費用啊，同埋其中一個顯著嘅部分咧就係樓宇管理嘅相關服務。咁另一部分呢，就係、是、呢個顧問公共政策研究呢個資助嘅計劃。其實喺其他場合，其他議員都提到有關好多政策嘅研究呢，就有幾個問題嘅。一個問題就係啲報告唔公開啦，係嘛？咁第二呢，就係、是、啲研究呢，就係、是、私相授受啊，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上呢，就係呢一個嘅利益嘅輸送啊，係啲政治酬庸。咁我哋睇返呢個研究呢，主席嗱，喺呢個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方面嘅撥款呢，今年係去到成呢個嘅2,000,000嘅。咁但係至於呢啲研究市民係咪得益啊，對管治有冇幫助，可以話係完全係即係疑問重重，係咪？即係我問在座咁多位議員，喂，你哋有冇了解過呢個嘅啊修訂呢個710啊總目142裏面所涉及到呢億幾裏面嘅開支，究竟係咪用得其所？咁就算係過去咁多年啊呢、這個嘅審計署去監察政府嘅公帑嘅開支咧，啊連呢個城市基金佢都可以啊即係評估到同埋呢個嘅做到呢一個嘅檢討啊，亦都就衡工量值是否物有所值呢方面呢，係作到一個嘅判斷同埋評估。但係呢啲研究，喂，老實講，真係就算俾審計署去仔細逐個研究去睇呢，都難以判斷究竟呢啲研究係咪物有所值，即係從衡工量值去評估呢個所謂社會同埋學術等等嘅研究呢，可以話係極為困難。啊，即係最近呢個審計署就翻呢、這個即係呢個拍戲方面嘅資助啊，有啲負面嘅評論呢，都引起即係呢個嘅演藝界呢極強烈嘅反彈，係咪？即係你話喂，拍咗呢啲戲，我資助咗你，你啲票房麻麻喎，咁都引起啊，即係唔少議員咧嘅負面嘅評論，針對呢個審計報告。咁所以你話呢個研究究竟係咪即係啲錢用得其所呢？其實最好嘅方法呢，就係、是、公開所有嘅報告，因為即係學者同埋做負責研究嘅人呢，係最有興趣其他啲人啲研究啊有冇權威性啊，有冇呢個嘅出錯啊，因為好多碩士嘅論文啊，好多博士嘅論文呢，都係揾好多嘅研究呢，係加以呢一個嘅分析同埋加以呢個鞭撻，係咪？話你話如果我能夠用我嘅碩士論文或者我博士論文，就返政府一啲最權威嘅研究資助嘅研究，將佢五馬分屍，將佢講到一錢不值不值，而有關嘅評論呢，又得到國際嘅學術機構或者學術嘅刊物嘅認同而俾我出版嘅話呢，咁我就即刻成名。咁但係呢啲學術研究呢，所謂嘅研究唔公開呢，只係即係變咗係一小撮人啊，喺個黑房裏面，喺黑箱裏面，即係就互相吹捧，係咪？即係呢就係、是、呢個嘅透過呢方面嘅利益嘅輸送。嗱，我想指出部分呢啲研究呢，其實呢個議事堂裏面有啲議員呢啲中心佢都有份嘅，係咪？其中一個良粉嘅機構就係大信政策研究中心啊，裏面負責管理嘅呢，除咗我哋個前議員即係何中泰
同埋呢個嘅香港政壇元老鍾事員之外呢，亦都有位大家好熟悉嘅梁美芬即係議員。咁即係佢嗰啲學術水平大家都有目共睹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由佢哋去統領嘅話呢，即係我覺得係政治嘅層面或者係啲群帶利益朋黨利益係高於一切。嗱，呢個嘅研究中心去年獲得嘅資助呢，即係亦都有呢個57万，係咪？咁即係呢啲呢係令人即係質疑，就係、是、自己唯唯唯一班熟悉嘅人呢，即係俾你威下，俾你即係透過呢啲研究可以請返啲自己即係啲熟悉嘅人呢去做一啲冇人知道你做過乜嘅研究。咁而我亦都想指出呢，喺頭先我所講嗰過去一年喺即係動用咗877万總共係資助咗20个研究裏面呢，只係其中有一個研究其中有一個研究呢嘅資助呢係由呢個非大學學術機構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俾返啲大學即係方面去做嘅。咁我唔明點解呢啲研究既然俾大學去做，點解又唔可以即係全部公開呢？咁嗱，另外一個就嗰啲資助嘅審批呢，頭先我提過總共係2000万啦。咁負責審批呢，即係由一個嘅頭號即係梁粉另一個嘅即係呢個港共英派嘅負責人邵善波即係由佢呢個負責呢個嘅統領嘅。咁即係又係政治掛帥，係咪？加下全部呢啲即係公帑嘅處理同埋開支喺黑箱運作裏面嘅決策，好多呢都係由啲糧粉頭號打手就俾返啲糧粉，例如梁美芬呢啲呢就去進行呢啲方面嘅研究，而呢半個又即係被拒絕公開。咁所以即係要刪除呢方面嘅開支呢係絕對合理嘅。